主料2500克，辅料辣椒油、盐、花椒油、生抽、蒜末、葱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凉粉用水洗净，凉粉切条，放适量盐，倒入生抽，放入辣椒油和花椒油、蒜芥末、葱芥末，放入蒜末和葱末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很简单，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